不成之船铁达尼号100年前首次出航，竟出现最难以挽回的船难事件，而船难的发生竟然是一场阴谋。这个白金轮船公司财务是不稳定的，财务不稳就希望铁达尼号如果出事有大额保险金。铁达尼呢，他就正面直接迎头的撞上去，就算他前面几个舱他撞扁了，他也不会影响到整个铁达尼，他也不会沉没。宇宙有多大？真相 hold 得住？今天晚上8点，卫视中文台准时揭晓。